我付现好了，我就用带现金。应该是三个点的，那个让他们交违约金还是？对啊，是八。892好，那这边是900。你拿什么毛的现金？没有现金，不好意思，你这个咖啡店放了。咖啡店都是中国文化。我看这门怎么打不开了？您稍等一下，你帮我看看。